2020 Idol Chinese Project 新时代练习生甄选计划，从5月30号开始开放报名，到6月20号，也就是剩下几天，你还不开始报名吗？只要是00后有潜力的素人，我们都在等着你哦，绝对不造假，不废话，也没再跟你 hello。 有兴趣的朋友赶快点下面的链接去报名啦，我们等着你。我是贝马欣伟。